我们要做正方形，要拿十二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为什么要拿十二个啊？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正。它是立起来的立体，是正方体。正方体，一、二、三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九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好，开始做了。要怎么做啊？这样子啊，先用一个十二个牙签，一个牙签先放进去，然后两个那个棉花糖，棉花糖放在这两个旁边。好，然后再放一个牙签在这边。会不会刺到手啊？不会。这边你就拿着中间就可以，然后就拖进去这边，然后这个要这样子吗？然后这个放在这边，不要像这样子呢。棉花糖可以吃吗？不，可以啊。是可以吃。就是不行，这样子拿最前面这样子插不进去。谢谢你告诉我，妈妈有教吗？没有教，没有，是你自己讲了，是不是？你看这样子，好，就很像游泳。OK， 好，再来呢？这样子。哦，好，再来这样子啊。然后呢？那可以边做边吃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子才是偷偷吃。不行，偷偷吃啊？那什么时候可以吃？要做完才能。做完可以吃全部啊？嗯嗯，只能吃一个。做完一个吃一个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小朋友做完一个才能吃一个哦。可不可以吃很多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会肚子痛。我会肚子痛。要会蛀牙。好呀，就这样就做好了吗？他会站着吗？哇 ，Miss Rain， 这些都是你做的吗？比赛旋转陀螺可以转那么快的，好，那么多，等一下哦，我这个，好，开始了。哇，这些都是你做的吗？